下面把杀人巨匪夏八方押上来。 杨先生，我看你来念比较合适，不方便吗？没有。南满巨匪沙八方，长期啸聚山林，为非作乱，侵扰城乡，祸害百姓。 打家劫舍、杀人无数，严重违反我满洲国治安法纪，破坏我满洲国之道德伦常，危害我满洲国之社会秩序，实乃罪恶滔天，无以复加。根据满洲国《暂行惩治盗匪法》及《南满治安保卫条例》之规定，现在作出如下判决：判决罪犯沙八方。 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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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边擦干净，擦干净点啊！哎，点下边擦点。四哥，嗯，您瞧瞧，您瞧瞧，这都糟蹋成什么样？这都算了，咱们要是老百姓啊，咱们也干这事儿。咱们家少爷不是被逼无奈吗？那谁知道啊？赶紧打扫吧，别让少爷看见了。哎，以后啊，这种事儿少不了呢。哎，嫂子，仔细点，仔细点啊！哎，好嘞。少爷，李吉墨的话你信吗？你信吗？现在我们有两条路，第一条要么杀了他，第二条要么相信他的话，让他带着我们找那个笔筒去。那怎么行呢？现在满大街的宪兵跟警察，这小子一出现，那不都乱了套了吧？我们还可以有第三条路，把他留在家里，不杀也不放。那更不行，这小子是个炸弹，摆在家里能行吗？其实你当初就应该把他给杀了。好，现在听了一大堆废话，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子叔，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的话，那杀我爹那个凶手现在还活着，对吧？那如果他说的是假话呢？你别忘了，警察靠得住，老母猪能上树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让他带咱们去找那个笔筒。你再想想吧，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么多人还控制不住他。好，就算是控制不住，当场杀了他。胖儿，我们什么时候进去抢李吉墨？现在不行，等我们的人来了再说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的任务是防止他们带着李吉墨逃跑。李吉墨逃跑？嗯，好，明白了。你先去吧。嗯，好。少爷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。少爷，放心吧，准备好了。要真有点什么事儿啊，我比这还快。好，到时候我希望你啊，一刀毙命啊。好嘞，李局长，不会怪我吧？哪能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就好。来，太阳大啊，把镜子带上。还有，咱们这做戏啊，就得做一个全套的。
到了没有？过了那个桥就到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你怎么了，车？你看看，东西都给我弄成什么样了？你没事，你撞我好不好啊？东西都变成这样，你到底赔不赔？你撞的我，你让我都这样了，你赶紧赔我！我凭什么赔你啊？你怎么走的？你别干了，你赶紧别干了。